买凶杀人，杀了接班的，这样老会长必走。我们得赶在所有人之前抓这个凶手，我们得为自己考虑。今天是我们大日子。敢动我们鸿泰集团的人。 应该都在这里。你认为会是谁？谁重要吗？挖他后面的人出来，你、我，所有人都有可能。谁雇你的？镜子后面的人是不是狗主人啊？我不想跟狗说话。 Big Dad is coming. 这次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生我要见人，死我要见尸。